天求道，踏九天。仙道渺茫，路迢迢。林荫邀月空灵境，飞花落雨映九溪。千年前，白帝、青帝、黑帝自平定四海后，再次齐聚西湖斗法。这场旷世大比，最终黑帝技高一筹，白帝居末。寒窑命格，我若收你为徒，你可愿意？弟子不胜荣幸。西沙孤星随我修行。白老头，破军命格归你了。徒儿，随我去吧。妖帝作乱，你可速往西湖与众人会合，搭救苍生。弟子领命。主人放心，一切有我。孩儿们，拦住他！找死，留下做我的口粮吧！既然你找死，我就成全你。主人，要记得躲避妖帝的技能哦。天机境威力极大，别忘了使用。我等此行顺利，特来向师父复命。好好好，待我重回三界之日，有妖。此事包在我身上。
添乱，他们不会有事的。有妖？此事包在我身上。九溪山终年积雪，可令人道心平和。有妖？此事包在我身上。修仙守重，无为无念，放下胜负之心。剧情副本开启了，点击这里进入。修仙守重，无为无念，放下胜负。不知姑娘从何而来，还望遵守礼教。穿戴装备，增强您。桃之夭夭，灼灼其华。
喜您，点击按钮查，点击自动驯养。修仙守众，无为无念。奉。且待青帝打开冰镜，一看究竟。好个孽畜，竟然被他逃了出来。逃之夭夭。有妖，逃之夭夭，灼灼其火。九溪山终年积雪，可令人道心平和。他私闯蟠桃林，被天罡卫抓获。幸好王母大度，未牵连九溪山。你这徒儿与杀破狼三星机缘不小啊。唉，造化作弄。子轩，逃之夭夭，灼灼其火。有妖，此事包在我身上。
得了强大的仙诀，在战斗设置中查看，点击此处查看右，选择你获得的仙力级装备吧。桃之夭夭，灼灼其华，三星齐聚，铸剑。